很多的这个业余球友啊，一旦碰到跟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些的队员，然后你站在我们对面还好，如果说是跟我们配的话，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哈。就是其实我到退役到现在，然后配过很多的这个业余球友在外面去玩嘛，跟他们去打球，我发现一个通病，包括他们自己也承认，在场上的时候，只要跟我一配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跑，该怎么打。其实大可不必啊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会直接影响到咱们两个的这个水平发挥来打对手啊。就是说，你是想的说，哦，如果可能你的心理状态是啊，我既然跟这样的一个大神在一起去配合了啊，大腿啊，如果说输了的话，那肯定又是我的原因或者怎么样的。啊，千万不要这么去想啊。因为在双打里面，就算是一个人他很厉害，如果对面两个人照一个人来打的话啊，那么这场球也是五分，不是说蔡赟或者傅海峰来在你打双打，这场球是绝对能赢下来的啊。这个水平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匹配，对面的水平是什么样子，咱们这边水平有一个不行，你的水平是什么样子，通过平时的日积月累我们才能得到的一个水平啊。所以说，那你在跟专业球员在配的时候，你应该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不需要你来去围着他，来帮着他去打，就是你给他去让路啊。你比如说再往前啊，就正手的这一拍，对吧，我打完了之后啊，我是不是我要去哪里，或者说我打完了之后，我下一步我不知道该干嘛，我打到哪里我想干嘛我就去干嘛啊，让专业的球员给你来去补位啊。你不要说我是围着他来打，哦，他这个球应该他打吧，我打可能没有他打的好啊，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情况，这样的话只会越让越错。错在整个场上的话，因为对手两个人肯定是会来找你来打的，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不够果断的话，那你的一些出球肯定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，或者是一些啊打高了之类的啊，那么就会给你的搭档，你的专业的这个队友来造成很多的麻烦。所以说不妨你只为你自己来想，我打了往前，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，我一定要果断一些。但是要记住啊，双打里面还是要讲究一个系统，就是打到哪儿站到哪儿，就是我打完这边球之后我可以不动，但是我一定要有准备，这种拿拍的姿势。你不能说我打完之后我就蹲在这里啊，对方还是会照你身上来打啊，你一定要去准备好。我哪怕我不主动去碰一些球，但是我一定要把拍子拿到我的身前，我做好准备，人家来打我的时候我能把力给卸下来啊，就是我不要跟人去硬抽，因为可能我抽完之后没抽好，对面直接再抽回来给我，我是躲不掉，就算我躲掉了之后，可能是后面我的搭档也被我晃了一下。所以说在跟这些专业球员配合的时候，尽量打一些软球来给他去做一些球，这样的话他能够更好的在这场上啊发挥，来去征服这个对面两个人啊。如果说你的搭档在打控制的话啊，你在这里乱发力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很多专业球员啊，其实他也会犯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刚退役嘛，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强，他一到场上之后他就使劲的要抽死对手，两边就一直在抽，但他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这个搭档是个业余球友，他是抽美了，但是对手因为在防守方是比较容易的嘛，对手只要随便一波一反击，因为他的球速快，一借力只要打到对面，打到你他的队友的手上，这个业余球友的手上，那可能直接就死掉了啊，是很多专业球员也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。但对于业余球友来说，在场上首先第一点，一定不要怕球，要敢于去拿你打到你身上的这些球。第二点就是说，懂得让位是的，但是不要很不果断，我要拿不要拿，我要躲，在场上感觉士气被别人压过一头，就是我打他我抢他，然后我再蹲下，后面我能给他一个信号，你不要我要拿我要躲我要怎么样的，在场上我就感觉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尽量控制你的失误率啊，别等到你的搭档碰不到球，很多球在你手上直接死掉了，那谁也帮不上忙，好吧。控制你的失误率，合理的出球，不要乱抽啊，也不要去那种给很，就是我害怕之后我给一拍很厚的后场球，尤其打混双的一些女孩子，我们其实专业球友在打混双的时候，只要这个女孩子会发球，能发过去，然后再往前能搓一拍，只要她不直接失误啊，她蹲下来，后面球其实专业球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哪怕右边区你搓完之后你蹲在这儿，左边区后面你的这个专业的搭档都可以帮你补掉。就怕什么呢，你打完之后你要又跑到这边来，然后你也没有准备动作，然后人站那么高打到你身上，直接就打死掉，或者说你躲掉，后面人来一个措不及防
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去跟专业球员去配合啊。虽然你跟他建立不了一个知识体系啊，建立不了共通语言，但是一定要知道如何让专业运动员为你服务，不是在场上你要为他服务，用不到，啊，是他来为你服务。所以说你不用想要给他做出什么球，给他什么样的打法，这个东西其实都放在后面来去，啊，一定你想打什么就打什么啊，剩下的球。他后面会给你处理的干净利落。张健亮的技术课包现在已经更新的差不多了哈，然后 B 站上的朋友们呢也不要着急啊，我们在这个其他的平台上，这个课包已经卖了190多期，然后反响特别的好哈，然后还是一样啊，我们还是会去抽取评论区的几个观众，然后我们私信给他啊，送出这个课包啊。